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苍鹭俩，阿鲁德林从这学音。首先跟大家说一声早安。他的脸，他的脸，阿鲁夏利亚。我讲什么的？我就跟我说，你给下里啊，那个我就下里啊。你应急的啊，这个的这么多，哎，这个意思，这个意思。Love and compassion, 这在我当凝聚，凝聚我下的身上。那么在早上的这一堂课呢，主要的内容是慈跟悲。妈的，来有什么的？慈悲语。就是慈悲与爱的这样一个主题。他这当给那么久，刚说了，当给这给这不写的，这都是啥呢？米色的彻底，了解米色刚说的，给切土民族。别呢，他那你俺们这个俩。Producer the University, 不是我主席的呀，请不来。其他的 University 里啊，就 talk 什么的，给这些就算了，第一次的，这来老不去骂的，什么呀，第一次，什么来老不去我的。但是呢，要米吃的呢，恰是给穷嘛说。那能用当不的，给些是的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这就爱听个多，给这当国作用就是让他当不起 good morning 日期，但是他 good morning 的意思没他看他起 hello 日期老起来的起起，给这国主给这当不起就提出的了啊，木头的还是写过一面，你那边哪弄来啊？写不差呀嘛的，他的这起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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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起。我的祖籍大地落地而去嘛，特别米色彻底是给钱的。他确实呢，彻底钱米，俺们米的是牛顿出去，来了钱不如心脏，彻底钱多蛮多。但确实呢，米色彻底，这钱不是想买点个出去，还是说他这。他这钱里啊，他是，
미세 지젠디 제르비스 다메 댕에르스 제스토 제가 디 균제데 딱게지 망고지 얘기지 망고시 주자네 다 미세 자리스게야마 다디 나 쉬비지 자리자네 제 먹어봐 게지 셰토유 제제 디 당랑게데스 가쇠 디 비 미세르지스 딘들라고 말해 다디 초진은 안한 괜찮음시 괜찮음시 통고유 저리를 제비미나 안 뜨지 아무로 좀으로 봐. 다이 내데 저리 제통도 안다 걸리거든 진짜지 곰시를 대지. 내를 자리 아래 제사 뒤균셀 때네. 는 예 참석 계시 두산에 구름 직불로 제제. 용구와 말에 가라에서는 꼭 저리시다 제면서. 뒤 구름 직부지 용구와 말에. 那平时呢我在做这样的一种上课也好或者说开示讲话的时候我的习惯是事前都没做些什么准备我也没这样的习惯。所以还记得去年到了美国的时候当时还去了五六所大学受邀去这个可以说演讲。大家也知道在大学里面你要给一个演讲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当时我也是也有一点担心哦。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还是没有做什么准备。还记得当时第一所是去了 Stanford, 史丹佛大学。那我还记得最开始说了一些好像是早安还是类似总之一些问候语之后说完之后问候完之后我脑中也还没有想法要讲些什么。但是呢就是讲一句算一句讲一句算一句也就成为一次的这个讲课了。所以从某方面来讲我自己是对于准备这件事情我算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一个人。那另一方面有时候我想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去做准备的。总之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但这不代表我很厉害啊你不用准备都可以讲不是代表我很厉害。甚至我有时候也觉得这是我应该去改这个一个缺点我应该去改变一下的就是要多做一些准备但无论如何就变成个习惯了。所以呢在我的一些课程或者说讲课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比较没有次第性总之就是一个习惯就是这样了。啊今天Love and compassion, 的慈悲与爱在里的。Love, 在里的。爱在里的。但忙不紧啊这能晕。大概这名字大概的。但第一个念了啊。这是老的。我的念力啊很大的是但你这下面的安住他谈不念力啊地方写过了鸡蛋当然创不了力啊是第三次里面写了的是 sympathize 了 empathize 了大概的就没想到的是 simple 起来了是 understand 起来了다든지샤디고라당분이밀리아로아밀리아생계수요래서기듀내데정신생계수한수초대하드웨어드스므로다지요래서든지시요래那么这一次早上谈到的主题是慈悲跟爱关爱那其实在现在许多的科学家也都发现了也就是这所谓的关爱或者说这种同理心怜悯他人同理心一种关怀他人同时能够了解对方了解其他人的这种心一种同理心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内心中本具的而且可以说我们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有了
大姨呢今天给大姐写了新古鲁恰的三百的古兰阳及国家的国家外的用的的的的的 on-off 的恰恰的这张地军在电影参中啊去说说给参论出是苦流的大概的内档的见面让其发出他的人民性人民的样子在这个的生前的生活下和三个的天真是一个文具的时代面前旁边的爬了年的时代他就把这个的强度给强度一样用个月份虽然说我们都本有这样的一种同理一种关爱他人的心哦，但是他似乎是有一个开关在那边的就有的时候他会显露出来打开了但有的时候他好像被关起来是一样的所以这也跟我们的整个生长环境我们成长的背景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受到一些周围的影响好像我们的关爱之心这种同理心它就变得很不是很明显它好像被你隐藏在内心深处一样没有显露出来这是本恰恰为呢它这里啊别的别的如期下为呢马上说他没参谋了呀这当给他实在下面他没参谋了呀给这些啊马具马具有个女朋友马具有个女朋友但吞出这种名字他这给这些啊女朋友用的要来他给这些啊给 language skill 什么他没去用的要来但一年给这些啊女朋友马上说他实在下面没参谋了约的一年但没去冲突呢就明明隆冬的不起当然就 Jungle Boys 还是用对不对第三啊 Lonely Savity 那第一说的谢谢大家的就明明隆冬的不起这是你啊下下的意味呢那我们没给马歇吧马就有马歇不起讲的我是我别去马当了别去马当对那马就有马歇不起马就女朋友呢我陪着马当的然后马就女朋友蛮直接但是告诉你马就没写不是真的是用过的是。举个例子来说这就好像是我们人类一种跟其他动物不同的能力是我们有一种语言的能力我们可以透过一种语言然后跟别人沟通哦，这是动物所没有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就好像我们电影有没有泰山像是泰山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他是从小在一个没有人可以有语言沟通的环境之下他虽然有身为人的这种语言的能力但是他因为没有后天环境的人跟他讲话或者学习所以他的这种语言的能力没有办法展现出来先生那心里边写有了就他那样就本来不得是穷的参乱穷谁给他金山拿了呀拿了呀这拿个拿了呀这 love 下的在外下的过来吃的培训动啊吃的培训动啊忙不穷了哎呀这个不得了果然旁下下路的事这 love 下过吃果然培训他说忙着是当作秘密的然后果然的不的果然把下楼下去然后果然的这个他是写了这位女吧生活女吧也给有人骗到有理由这是亵渎所以这些科学家也会提到说因此应该要从小就让这个孩子至少从在家庭里面就开始做起就是什么呢甚至就是至少多讲这个比如说关爱
慈心、关怀、同理等等这些用词，这个 love 这些词多用的话，就会对这个孩子从小有一个影响，让他有一个记忆，一种习气，习惯用这个语言。光是这样子多出现，多使用这样的语言，都会对这个小孩子之后他关爱他人的心的升起会有帮助。但是呢，各位弟兄啊， love and compassion, love and 就是啥呢？到底 love 啥的？到底当俺们今天讨论下子 love 啥？他搞自我啥这样的话嘞？他搞自我是真正蛮贵话嘞？是怕他不就怕那个自我？就什么了？他是怕麻烦，不会不如个自我。俺他那啥上什么？他是真正他啥上真正的自我，超越不如个自我。俺当然给人给住在外头，但是在外头怎么忙不用的了？但到那几趟，他就在外啥的，那么云啊这些的在外的，这些，但是 compassion 是那边就三大，跟的了呀，就南北南区的些的啊去。嗯，这个，你是什么？是不是嘛？那等于就你记住去了，我自己消化了。这是第二类啊，它是开发了就是用的下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的用词哦，它叫 love and compassion。那首先这个 love 的部分啊，如果我们中文翻译是说关爱，将它说关爱的话，这种爱，一种关爱之情，在世间上我们也常会用这个词的。那它会用在许多的关系上面，譬如说亲子之间的这种爱，或者夫妻之间的，或者朋友之间的友情，还有像师徒之间的这样的各种的关爱之情，你会看到我们其实生活中世间上也常会用到这样的词。那至于说这个 compassion， 我们如果翻译成悲心的话，这个悲心是在佛教里面比较特别用到的这样的一个词哦。那它跟关爱是稍微有些不同的。다가나지않았어다 다지당그가르쳐남유가르쳐다지딱가르쳐라다이내가좀망고치리야그냥제외기다시자와제외동의로도먹고싶다요다시자와가르러다시자와를대네자와예발대네또동의요하다시내지내주먹고싶은데요제사다진짜제제다디규제된당아주진짜게다시자와티다동해진기자와디아니지가르쳐져야지트랜스폼로지가유화롭지당한채아니지상처유화동안야나지디콘토르당야누가시어당야사람장도야나지뷰제야도당야사람뷰가야도당야사람다디내주지고리야사람당야가르쳐디내고리야네다진짜지요하대요많은사람들이지계신분이면서然而这样的一种关爱哦，很多时候它也会带随之而来的就是许多痛苦，所以我们会知道像是这种爱，这种关爱之后也会产生许多的痛苦，所以这种带有苦痛的这样的一种关爱，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爱，我们试着，我们就需要去知道怎么去转化它。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习，要知道说怎么样将这样还带着苦痛的这样的一种爱转化成为是善的，转化成为是有力量的，或者说它的本质是更好，更亲近，更好的特质，更好的一种关爱。咱也上了几啊，就几天给你带去走啊，对的，嗯，就
다나신게다최나셰샤우디개발업디조디지댄디아가라지라라다디占有欲欲什么了다디인지게잔나럽시문디아죄나가발이왜在的possessive진짜쓰러졌다다가는집집다가는집봐다가리네담대한지금아직신차와담대한없이다지말이야바래최근한시에샤디은다바지마아주루야안루시담에안루시루야안루시나루시바지영리하래시마다신차도루시자와이보건시지리야난간다지드리지매없이다지시마다차비에권에매시비지다지징대하루드매없이다디개발루시바지영리하래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都会用到这样一个词，一种关爱，这种爱哦。但我觉得世间的爱跟我们叫出世间或佛法上的这样的爱呢，它是不同的。它的差别在于哪里呢？世间的这种爱，它伴随着是有一种占有欲的，那它伴随着是一种你有一种贪爱，你一种执着，你有一种不肯放手的感觉在里面，你要占有这一切。但是佛法的或者说出世间的这种关爱呢，它是一种释放，它是一种给予，它不夹带着各种想要占有什么，想要抓着什么不放的感觉是没有的。那第一句是啥呢？啊，好的，第一，那接下来第六啥的是？big lesson 什么的，但是六种钱全部约得不起，六种钱是他约得不起。那当然是年三百年，他两年是他约得不起，他看他或者没心动，这看出来，所以说的，人家这菜托了当，当然对吧？因为那这菜托了当钱，看他就看出定时的专业得不起，这里就不是差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爱，或者我们刚刚说叫慈心哦，这种关爱的心，它真的是一门很深很深的一个学问，甚至是你要花蛮长的时间值得去学习的，甚至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你要去实践，是你可以做的一个修持，而且它有次第你可以去开展。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开展自己这种没有占有欲没有执着的慈心关爱之心的人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的，可以慢慢的去修持它，然后让这样的关爱之心越来越开显出来增长。但没几年这几个老兄弟啊，你不买不起有啊，当然你不买不起，但是所有的感到的是先把它差别给忘了抓人，当然给忘了抓人，起码都被老兄弟啊，当然有啊，当然你不长得买不起呢，但他就走啊，我们都不是也不是用途啊的看不起他的，看得是呢。到底在外啥的，这秘籍给什么的？到底平时这个资料，这多少端着了不起？这端过来了，吃月饼就是呢。但我到底平时这个资料，但老早才这个，主要端过来了，你就吃月饼，但有没得买不起？让俺叔叔给
expectation 什么的，今天往当下，你先把它下边往当下移民呢，那，是吧？我们都是要不是他的，看不起他其他三种。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执着很深重的人的话，也就是其实你还是执着于世间的这种贪执或者情执而不想改变，你也不想学习的话呢，那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真正懂得什么是爱，也没有办法真正懂得什么叫这里所谓的慈心或者什么是爱，关爱之情的。为什么？因为这种爱，这种关爱之情，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是只有你的事情，它是可以说是跟其他人，跟其他生命的一种互动的一种关系。总而言之，如果你是想要学习的话，那透过学习，透过修持，你是可以改变你的那种贪执，而让真正的慈爱之心开展出来。既然那么远，我就上岸拿到了呀。我就平时给三，三两张都大概呢，成就三的，但工作给上面都大概呢成就三，但做的。成就什么来的？成就什么？我们得关注成就什么？下午去了吧？关注成就什么？在白罗里协助啥呢？大娃娘讲嘛，等你这里也别小样了。我说他关注成就什么？工作啥呢？大娃娘讲嘛，但请大娃经过娘讲嘛，等你这里啊，等你这个南巴里啊，我们还是用的呀。那我们在密乘里面呢，我们会说有一个观想，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我们说世俗菩提心，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是菩提心了，世俗菩提心就这里指的菩提心的时候，我们会观想它成为一个满月。但你今天晚上看完我要的了密乘给卡出来呀，今天出来呀，它就启发作用才能到到底 X这里主要大的你俩密色给大的卡的老大的印记给俩 inspiration 但 inspiration 就不是用过的大的卡的用过的是哪你卡的用过的是能用啊就是在外地比如说到外娘妈妈的是在外地的用是做不了不起恰恰用是做不了不起但本大娃的什么时候那边用是做不了就给用过嘛的但这个地这个本来这个财富这一档你的数目了但这几个看他这个我觉得这在外地边告诉人在外超了吧啊这切扎不了就马到边但是叔叔的爷爷给他这叔叔的爷爷这我那只那个心头的爷爷这位女朋恰恰好了这连通了嘛的是那就在我超了嘛就习惯了。但是呢大家在工作不成熟是什么时候的在我超了嘛就没用不起去。这大家大家用是做不了这个用是看完了这个等你去给用就啥呢那你去啊就才把专业给拿完的心情。看他就说说一句那就这位女朋恰恰好了去哎告诉你就这位女朋恰恰好了这推下去他越南进推下去。真的是用过的是真的是他跟他跟出来的是跟出来的 view 的真的是用的很大所以光是这样的一个满月的一个景象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满月的景象它其实本身就对于我们有一种启发的作用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平时我们刚就像刚刚菩提心也好，或者这里我们说一种关爱之心，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有所偏私的，或者说有所分别的。换句话说，也都是像是初一初二的那个月亮，它都还是很不圆满的。所以换句话说，你本来应该有的那种全然的一种关爱之心，它并没有真正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
但是在这里我们会观想的时候，这个菩提心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偏私的，它也没有缺任何一部分，它是满月，它是一个圆满，像十五日的满月一样。光是这幅景象就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本具的这样一个慈爱之心，它是有着完全的力量的，而且它的光芒是可以完全的展现出来的。제가第一期가르친거로서는다지당기는기운아주지지수수에게다지파마당안다는지수수에게다지다조보당원시에보당되게들려자와치아리자와치아리다이내지자와초리왕자와춘춘주지자리아리다수수원시라마시에서만다수수를접으시라면된게다지내지리아다간다지수수我在里面献给大概这个是他没点给真的是也让他去数学给周周去真的是你让大概呢在外头去没呢他的在外地那边去在外全部都去这是下的样的是所以这代表了什么呢？这代表说，其实我们平时的譬如说亲子之间，你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爱之情也好，或者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爱之情，它其实都还是某一部分的，它还是比较小爱，它还并不是一种圆满的。那我们说，当你真的如果能够对于一个陌生人，或者说对于甚至是你不喜欢的这个敌人、讨厌的人，你都能够给予你的这种关爱之心之情的话，这个就称为叫大爱。第二呢，南边的县啊，就在我这样生了这样多，现在在我这样军镇的。我就能云三不当当今天的告诉了大家这是这个的。南北给大家三不当啊给在我现在在我前面军舰的好像给大家 very basic 什么的大家西这个蒙西的那当这个团呢三不当前在我经历好的是。但是呢，在佛教里面会谈到的这种可以说关爱之心，这种利他的慈悲之心呢，它的原因跟一般世间的这种要关爱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世间的一般为什么我们要关爱他人的原因，它比较简单，或者说它比较这个叫做基础。那不是。말해요예선남배에게짓자와차디사무동단리총기초장도라요와근데나는디对不起我讲反了就说这个比较它两者是不同的，世间跟佛教的关爱是不同的，然后佛教里面谈到的这种关爱呢，它是比较基础的。在用真的用真的就是在它的原因上，它是比较单纯、比较基础的。从佛教的角度来看，那这搞的什么东西呢？那西藏个念当多呢？南北个那南北个什么？到南北是经常多。你是第二个，那个军政的，还讲个那就蒙西个啊，西藏念当这个团的什么东西？你是这个搞的是？你军政搞的什么？是不是上了这让他当不让多年成就业吧让得我点就业吧这一码的是当然是先什么先他让他找我的先什么先他们这一年那点能行给这地图个错也不基本也没有啥呢那第一军生点呢那长了这个是这位鱼的球队的鸡蛋刚才这感受了大家让了呀下次也不能行给让这东岸党就是感受了东岸党这个的三边给大家拖吧电话的
대외폼백샘제지대화용어말해서서샘제용어는신제샘제탐제라교제대를직송으로지제샘제탐제라대를직송으로지임비인주사는다디교제한테는근데지기때멍시하장기멍시기삼로암멍시내당지기토네아니삼당용주사네아니다삼당시에인시사디디디지삼당거라서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你可以称它为佛教吧，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从人从一个生命从根本上来讲的这种悲心升起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从一个基础面上，或者说我们大家所有生命共同的一个基础上来看的而升起的。这个意思是说，因为我们都想要离苦得乐，任何生命都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而我们先从自己来想起的话，我自己，我们会想要离开痛苦，得到快乐。同样，你再看看放眼周围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也都跟我们一样，想要离开痛苦跟得到快乐。那么所以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关爱其他生命的这个原因。那有时候想一想，就好像我们为了要避免痛苦，你总是会在一种恐惧当中啊，我不要遭受很多痛苦。还有有些人是缺乏关爱，或者害怕他失去一些关爱，失去这种感情等等，那也活在这样的一种担忧当中。同样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其他所有生命也都在遭受着这样子的一种痛苦。那所以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谈到悲心升起的一个我们所有生命共同想要离苦得乐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升起悲心的一个原因。接着我们只能在两年前行，但是印度上第九十天呢，但是两年前行呢这 love 是是在啊，但过去当然第一个呀，确实呢，现在他们这来啊，确实呢，实在强的，当然接过来不及。但给点耐心，这扎个开吧，扎到念个开不了没吧？啊，刚说的，果然周印章第九章了点呢，过了第多个错要嘛的，俺周印章过了第多个错要嘛的，那多嘛了吧？周一呢啊，地图错用过来。周一没军事点呢，光地图个错没么着这个，这里是他们当兵的，我有你说的没听没着差的要嘞。现在现在他呢，让你个要么他们确实你记不来。但是呢，确实你要注意的了，但现在想你记不赢的，别让记起。但注意的呢啊，没记不记用的要了，他没记不着这个。大概的是呢啊，现在没记不着这个，但。长毛罗里啊，这当长毛罗在话有边呢？啊，感谢了，米三个字，大家在话用的啊，对不起，大家叔叔旁边一两的，叔叔姐姐一两的，那等这个米三个，样子在话三毛元的嘛，等这个怎么这用的啊嘞？但是呢，等两年前些呢，等你包入了平顺里啊，等简单用过嘛了什么着？啊，对，就这两年前些呢，然后等这个就米三个打。然后这米塞给在外面提出给然后等于这在外全部的压件用完了偏套用了压件用完嘛对不对女刚说的女件用完了什么程度但你们这么些呢对呢打困境不如了样给他用完了你看打用这边说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会不会去羞耻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刚刚谈到的，从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每一个生命共同都想要离苦得乐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说，的确我们的这种关爱心是要没有亲疏之分的。那么你会看到你不会说这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不要对他关爱，是因为他不想离苦得乐，或者说他没有苦乐的感受，你知道这句话就已经是不合理的，是不会的。所以从这样一个共同生命都想要离苦得乐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要可以说共同普遍大爱的心去对所有的生命。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实际上也的确你会发现
有一些生命，有一些人，他跟你的关系就是比较不一样，比较紧密，可能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某一位师长，你会看到你对他的这种关爱之情，他比较深，他更加的一个紧密哦。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了，就是你会不会羞耻，有没有真正做到羞耻？不然一般的人会觉得这是矛盾的，就是我又要有这样的无偏私、没有亲疏之分的大爱，然后但好像我又会针对某些人有这种关爱之情。不会羞耻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对于一个你会观修的、会羞耻的人来讲，其实你会发觉你这时候对于某些人的特别的那种关爱之情，其实他有时候还会更帮助你升起或者加深对众生的普遍的关爱，大爱反而会更加的加深的。所以重点都在于说会不会羞耻，但不会羞的人来讲，这两者就会觉得有一点矛盾。大家呢别人产生问题，对大家对吧，突击间他确实呢果然搞出来的是就是这三个人对三的这搞出来。但我就三个人对三呢这三个人拍摄的这 love story 的这下面的这些这三个人的这个别光脚这个别大家在修订的这么多的这搞出来。三个月这个名字是但是三个月但是三个月但 love story 蛮好多啊三个月三个月就送些三个月的但故事他们什么的是吧他们什么的但是三个月那个月啊嗯但多开心拿了祖母你啊的너가시에나는주무직마대요말다베주무직마대매우대시댐바르지레스도와다가나청지마청지마청지마인가사에청지마의민제야길가늘에그러시는데빗랑신기위저랑시에나그러시는분들쥐쥐나체험은하마오는체험은제자第一个接了难了了，那得六句写呀嘞，七八句可说的，接吧东厂，去接吧，去拍去落，去吃了，吃了拍去，但是拍去啥也吃完了，真正给写都，真正个团呢就不吃了忙不起来呀，俺大家那去。가르쳐라다상계된염도지다지나몇남과왕선한장들이그토안에그냥가르쳐라다지카폴스마르다지들이그자와지사산으로들이자와여들이들이지임지다루도스트시교양하네제자딱거다상계래들이지원디가래제자디균센때네다디가르친거로서다지당안줄이야되게다미세기가다가사카시엘이야그러야지에다는신기아주야모름계주사는처럼는새로삼시에도지라마다민대화로되기시야래다되게되그러나제레가수야제레시로지미나안고상계외내가불러이미네야안상계외와메지주리야만제바치지가다지주리야딱가다지우이르다그주도베쇼대바치다도차대야래나거로간다지가수래다든제기소로다든제바치미세연대야래다인비네다등기권수는신기대제초지네엔지삼제탐제리야지당용기쌤我们之类的你们不信听这句古话的然后说是那样开始开始的呀这样来的你知道吧开不进去的不这样用的呀的但这个不如的呀大感到这平时这个呀那这你跟他没别的
양래시도과대계속시했습니다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叫大悲释迦教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佛陀来讲，那一方面我们一谈到释迦牟尼佛这个佛陀的时候，你就想到哇，他一定是他大概没有什么这个过去什么感情的故事哦 ，love story 没有太多这种故事哦。那然后讲到佛陀他大概就是一辈子都是专修禅修，然后心如止水，完全没有任何这种故事的。但其实你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呢在佛经当中其实都有记载，其实因为生生世世过去生当中等等，佛陀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些可以说爱情故事吧 ,love story 是有的。就像在佛经里面也有记载，就是在佛陀成佛的那一生，我们叫做最后有记，就是他轮回的最后一生，要成佛的这一生当中，我们说经典说本身传，他的佛陀本身传里面就有提到呢，他有记载，有的说是有两个太太，但一般来说是只有一位这个太太的。而经典里面就有提到说，他这一位太太跟他的这个姻缘是非常非常的深的。佛经里面甚至提到说，他们甚至是生生世世大概有几万年几亿年吧，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可能是一种愿力吧，就是他的太太都发愿说这个他要长随这个佛的身，可以说是夫妻长随在他身边。那其实透过佛的这个故事也在告诉我们，他也是人，我们很多时候也就会生命中会有一些跟你因缘特别深的人，这是都会这样子的。就好像从佛法角度来说，我们祈愿文里面不是有祈愿说你发愿生生世世不离某位上师吗，或者不离根本上师等等。或者你看像观音菩萨好了，观音菩萨他曾经也发了愿，他说只要他成佛的时候，这个他就跟阿弥陀佛是永远不离的，所以阿弥陀佛会成为他的这个顶言，就是他不离他的上师，他不离这个阿弥陀佛是一样的。所以讲回到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的悲心或刚刚说关爱之情，这样的心是要平等的，是要广大的，是无偏私的对待一切的众生。但是同样每个人自己一生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特别跟你有这个深厚业缘的一些人呢，所以这里就是修持的关键在这里，就是你要能够不相违背的，能够两者都圆融的做到。大一年底就六种牵挂，就两面牵挂，就来买断呗。但是现在就年纪不是主要的点呢，但哪年的对上呢？得搞了好东西，用的多，但是。가리내면에다가주리한지자녀의착당자다녀의착당아주숙청부용되어래드린주사는녀의참경치주사는런신이자라당황되지그런런신이용되게를또주차되어래제가디균세대는아야지금아주강의수채리와는제사디아주롭중채과지교화동과지안도는자와사디교화당롭중채비나야부용하인비지대마시에나아나다동해가전시지않으창조하기인가유대비입니다所以当然说起来容易哦，要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圆融，但是它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你真的需要更多加的去闻思，去学习什么叫做这样的一种悲心或者是关爱之情，而且你要真的试着去实践去做到。不然其实口头上会说，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一般世间上，一般我们说都自然都有亲疏之分嘛，甚至你只要一谈到很强烈的亲疏之分，所以甚至提到说要关爱你的亲人的那个当下，你投入这样的感情的时候，其实你很自然就升起了要去仇视那些敌人，或者说仇视非亲人的那些人，这是很自然会一种状态。所以的确要做到这样的圆融它是不容易的，但是还是要改变，我们还是要透过文思甚至修持去学习，不然的话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爱，它只会造成你更多的痛苦。大家等等
当然的 love God 的感受 love and compassion 是就是那 love God 的忙不是写的，但是 compassion God 的这些就是那但年纪 God 的年纪下的 and the understand 这个嘛的你没想到这个三片现象这个嘛的大人心给这下次养啊什么的这个刚才就没想到了呀这下次后面这个嘛的你是下的我那只能他刚才这看出来的这个他刚才这我那只能想到你健康的你接受了去要写的买不起去你是下的我们家人就是呢叔叔人你比你是有的了呀可别但你是有的就是差钱但刚才我那只能给他去你是有什么钱的刚才我看出来他去那可能是刚才我让个动员唱完了就试试我就是被贴个娘腿啊就恰张了不是娘腿啊不是啊那你就团他你就觉得你都就当给走啊过来走啊你都签约对不起当 more involvement 生产当中 more active 生产当中 more generated 生产 dedicated 生产这个都大看他但 more 还是 more 来啊那他就唱完了前期大看他你就去所以刚刚这一段呢像算是这个解释过了这个 love 的部分也就是这里说所谓的慈心也好或者说这里的爱关爱之心接下来要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悲心哦。谈到这个悲心的时候呢它就不只是一种怜悯或者说就是一种同情好像我知道你的状况然后升起怜悯跟同情之心并不是的真正的一种悲心呢它是指说其实你真实的体会到被你升起悲心的对象还有你自己两者是没有差别的这是什么意思譬如说当你见到这样一个对境的时候你一升起悲心的那个当下其实你就已经成为了对方你就已经全身心的你能够感受到他的困难他的痛苦你可以说你是完全的直接的感受到对方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态所以比起这个第一个讲到的 love 或者说慈心关爱之心悲心它需要你更多的一种投入相对它的力量也更加的强大总之它需要你更多的投入它更全面它也更直接这一张我愿意就陈述什么你是你们那个卡写的我那真的这个大家你是光切大家的我那真的不记得这个卡出来的相对的不是要不然这个平均下给自己买不起去刚才大家没东西为什么在打扰你啊就被你不如带着你们能够有病就算了卡谢给我那天那个大姐这里几个大年纪的感受什么托了呀先给东西你要说用了这么多马赛为旅途来呢先给东西这连腿啊等这个女朋友这个对不对用的话呢那场面用过我们的大心接话下的卡谢给不是先给但是旅途了呀呗本来他是高等美学信念的这个路居有的七层这里啊七级里啊多虚呢对多虚你想的就高等美学信念的确实你愿意你想的从别拿了了从不要了的村子啊你拿了七层这把九点的这些多虚你想的得跟我谁有你想南山提托呢那边那树那拿上拿着那地方那边拿着看出了他去那树当面说去那里就是他唱不切切去送下去他唱不切切的三十多
다제마따연두서오늘도갸베제시다바조들이야도갸베인사디제디여브라스디스와만약에직접된게소리처럼하더니핀에핀에도르키르도슈콩그디네아라슬라다지지가슈라다지로니에차된게소리다지마조디지거라시에던두사네잡로안에시또이주인으로제다가나지소리치바지샤르슈야다네신기야我们那一路拿了的呀这是什么的呀那当然大的要不是真的要不是真的都当然跟你落上大可能就是给他清不起来他开不清不起来他真的要不是拿着事的但是真的没训练事空间呀龙边拿了来呀那样子的兄弟去瘟疫什么的那样子的兄弟够了呀库朗给去写一切呀你们看写呀库朗看出来去用这些下的这些用过来的说啊接着这个上午了去渗透了呀先给动业你要是用了这么多马赛呗那你女朋友就是他呢你把这旅途了那就先给动员这娘孙女儿就连腿儿听这个女吧那些啊这是你这用四个月的事那这样做的你是女吧的你是啥的这你见见了不这相对给什么你见见了不这你见见的不这你当然我是职业的不这你解释的不这你当独家的不这不这那就你这下次当也就你就公民个月大三的就了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呢许多的这些菩萨们或者说祖师们呢他们都做这样这种悲心的一种观修哦。那很重要的一点可以看到他们的故事里面这种悲心的观修他已经超越了这种自他了他已经没有这种我在这里他在那里的这样的二元的一种相对的对立的关系是没有他们完全成为是一体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大悲心的一种力量呢所以这样的过去一个菩萨也好这些观修悲心的大师们也好他不仅仅是能够在心理层面上感受到对方的痛苦他甚至在身体上他还可以领受那样一个痛苦的生命他的痛苦他能够承担过来所以各位应该听过像噶当派里面许多善知识的一些故事或者他们有修持叫自他交换啊这样的一些修持方法举例来说在过去有一位噶当派的这个善知识大师他在法座上正在讲法的时候那他是在一个村子里面所以在村子他可以看到外面呢村子里面刚好有一只狗跑过去结果那只狗呢就被可能村民吧就丢了石头就刚好打到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大师他坐在法座上的时候他也这样子痛了他也按住他的那里然后也感受到很痛他不是在演戏哦，你知道并不是装着好像感受到什么或者也不是我们说唱歌会要对嘴哦，演唱会他也不是你知道他不是在假装在演戏因为后来呢就真的看到那只狗的那个伤口在大师的身上也同样出现那个印子吧或者狗是没问题、哦、狗没印子大师有气里哦、就是那个狗后来没有太伤的严重反而是大师自己身上留下了那样一个被石头丢到的砸到的那样一个伤口所以知道他不是装的那还有过去在这个扎西伦布寺里面也是有一位很出名的大师但记不起他的名字曾经有一度呢他那个像村子里面也是在流行这个瘟疫那一段时间这个大师他就算没出去但他自己也能够也因此而感得这样的病痛了所以可以看到过去这些大师在修这样的一个观修悲心的时候他不是就是心理层面上的感受对方的痛苦而是真的他悲心不断的去练习之后力量会越来越大这种悲心的修持力量越